起来共同的敲响24节令鼓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一起来看。现场非常热闹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啊，新年好啊！我是徐嘉玲，现在我们在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最著名的古城之一马六甲，在我身后呢就是有郑和博物馆啦，所以呢他们要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跟大家过春节 ，Let's go！ 新年好！这位就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组织者，也就是我们郑和书院的负责人郭启文先生。那想问你哦，为什么会想组织这样的活动来庆祝佳节？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，就是600多年前郑和五次登陆马六甲的地方。中国文化早早就在这里扎下了根。今天我们要纪念郑和，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文化和根。这里有100位华人少年，等下他们将敲响这100面鼓，跟大家一起过春节。我们每一面鼓呢，上面都有写这2个字，这些字呢都是我们中国传统节气。那其实24节令鼓是属于马来西亚华人独创的，它的出现是马来西亚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创造，并在2009年被列为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一声羊蹄在，一声烟草边，轻舟乌鸦叫，春分一提干，清明忙中卖，谷雨正打点。白骨清明。给马六甲带来一个世纪的繁荣，我们纪念过去，更期待美好的未来。如今中国和马来西亚正在一起共建黄金港，将会让这片土地再现昔日的辉煌。我们在马六甲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孩子们大大的点个赞，刚刚鼓声响起的时候，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，那种骄傲自豪油然而生，很振奋人心啊，觉得这个中华的文化呢能够在国外能够传承下去的。是的。